讲起英国海外投资，一定第一时间会想起曼斯特和利物浦，不是只是足球和 Beatles 才出名的。其实这个城市都有50万人口，和有3间大学， Liverpool University、 John Moores University 和 Liverpool Hope University。 现在我们真的有个笋本了，这间就是一间现整的 HMO Property，在利物浦 Kensington 的 area， 只是10分钟车程就到市中心了。依家是一间6房的英国的排屋，有客厅啦，同埋饭厅。依个笋盘已经做了 extension， 所以有3层了已经。咁每一层都有自己的浴室。买翻嚟租俾专业人士定系学生都会相当之方便。每2个人都可以分用1个。浴室咁就一定冇咩拗撬啦。依、這个项目咧，只系20万英镑就系你噶啦。每一间房咧，大概租到85英镑，即系 total 系2200镑一个月。Outgoings 咧，计埋 council tax 啊、水电煤啊，同埋 management 咧，都系讲紧1300镑。咁样睇法咧，每个月都真系有900镑袋落袋，咁咪真系有成16%。同埋依间现整嘅 HMO 都包埋全部嘅家私俾你噶啦，身为投资者真系乜嘢都唔使烦。地点嚟讲咧，依度都相当之方便，近 Royal Liverpool University Hospital。依个城市咧，真系越嚟越繁忙，华人嚟讲咧都相当之多，所以唐人街都有个噶啦。如果你对依个项目有兴趣，快啲嚟联络我哋啦。